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，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，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。为了维护国家利益，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，对此次军售案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。